耶稣知道人的隐情掩盖的事没有露出来，必定没有不露出来。而且这句说话很重要的，约翰二章二十四、二十五节，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万人，也不需要人见证，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，即是他知道人的心是怎样的。